和信超媒体旗下的战股日前宣布与韩国 XL Games 公司合作，取得韩国超人气线上游戏《上古世纪》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营运代理权。《上古世纪》是由曾开发超经典线上游戏《天堂》的游戏制作人 Jack Song 所领军，并使用最先进的 CryEngine 2引擎开发。《上古世纪》在今年率先在韩国展开封测测试，好评不断，被誉为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线上游戏之一。《上古世纪》所采用的 CryEngine 2引擎可以建构出宛如电影般高品质的虚拟世界，无论是光影或人物的动态，都可以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细腻度。另外，《上古世纪》在游戏内容上提供非常高自由化的设计，不但拥有非常广阔的游戏世界可以探索，更可以透过属性搭配的方式创造出超过100种的职业组合。玩家不但可以自定出专属于个人的角色，更能建造自己的家园，